真的错了吗？他好像都快要猜到了我的身份，难道是林深如已经泄露秘密？你无意的，无意的，我一定能护你周全。莫要担心。为何此人就连处理食材的样子如此相像？你到底是谁？跟我产生了太多光彩，只会害死他。他是什么亲属？拜托，他的好感。纵使你有心，也可以把生辰八字交给我。无魔心。不是如此。你不觉得能在血色谷内相遇，是你我的缘分？这该死的凡人！你是不是在我错认上什么人？话说你的天人族长女婿都要什么条件？你在乱想什么？此人太过无赖，但潜力的确当时没有。白皙，若你愿意，我可与你拜入一位天神门下，以你的资质，未来的成就自可限量。没想到真找到了正主，天命石就在你身上啊！休想！你为何要杀